嗱咁誒耶倫啦，當然佢哋都講啦，佢哋要傳傳達嘅信息就係、是、咧，我哋也支持烏克蘭，我哋就會齊心協力為佢哋提供渡過難關需要嘅所有資源。大鑊啦，今次就咁啊嗱誒，佢哋嗰個總理咧，嗱唔係澤連斯基啊，即係佢哋嗰個總理咧就叫 Denis s h m、um、y l 咁咧佢推特嗰度咁寫嘅，佢就話誒，即、啊、係、就是、有合作伙伴嘅支持咧。 佢哋就會啊，即、就、係、是、加速有呢個勝利啦。雖然咧呢、这個俄羅斯努力摧毀緊呢個烏克蘭嘅經濟，但係咧我哋將會一齊獲得呢個勝利嘅，到最後咁樣講。咁、啊、當然啦，仲有就係誒貝林肯嚇，佢、啊、就亦都授權咧向烏克蘭提供一億美金嘅額外武器啊、設備啊同埋用品咁樣啦。嗱、啊，即係嗱過去一個禮拜嚇咁。啊啊 俄羅斯咧就其實係好多好消息嘅過去一個禮拜，因為馬里烏波爾嗰度其實收咗皮啦，嚇有好多即係誒軍人自己就走去投降啦。但係其實裏邊咧，而家保守估計咧，仲有大概一千個人咧就冇投降嘅，仲喺裏邊嚇。咁啊嗱、嗯，俄羅斯喺地其他地方咁點咧？即係、就是、有啲陣地就冇咗嘅，即係嚇，即、啊、係、就是、但係你話俄羅斯佢係咪即係想速戰速決咧？ 睇起上嚟就未必係點解呢？因為經濟上嚟講呢俄羅斯將個戰爭拖長呢，好似仲有利一啲啊！個情況就係咁樣。咁啊，冇辦法噶啦，呢、这個係嚇。咁啊，嗱、啊，呢、啊这個 G 七呢，其實除咗呢啲嘢之外，當然亦都有好多嘢講啦。即、就、係、是、G 七佢哋真係犀利到不得了。點解我話即係佢哋犀利到不得了呢？因為佢哋而家乜都關佢事嘅，其實就斯里蘭卡嗰度嚇。啊

而家咧就未係最重磅嘅，所以咧聽日神芒第一線咧就會再補充翻一啲資料。不過而家我哋講咗一啲一部分嘅，因為 G 七咧佢就撲街到點咧？嗱，佢就攞咗中國嚟講啊，即係點解我話佢嘅戰格咧就係咁啊？佢就話哦，而家我哋要減要減免一下这些债务的但是呢啲債務嘅，咁但係咧之後佢就出嚟噏，佢話哦，而家咧中國已經成為咗低收入國家嘅主要債權國啦，咁應該就應該減免一下佢哋嘅債務啦。關你 Q 事咩？係咪啊？

嚟 Q 晒谱嘅，即係我嘅睇法就係、是、關中國咩事啫？其實如果中國唔借錢俾佢哋啊，仲 Q 大鑊啊，係咪啊？而家借咗俾你好了而家你話要減免，你還息先咯，一就可以暫停還錢住，等你搞翻掂咪繼續還，咪之後咪還翻咪得咯，係嘛？咁當然啦，即係而家睇到嘅情況啊，真係唔多妥，即、就、係、是、所有問題都係個矛頭到最後都係指向中國嘅，而家佢哋嗰班人。

誒、呃，即係講全球高通脹嗰個問題啦。咁、嗯、啊，嗱、呃，即係咁講。誒、呃，而家即係世界上咧 G7 啊，當然係最強啦佢哋、啊、最最強嗰七個工業國啦啊。咁佢哋咧，而家咧就都唔會諗住會、呃、提高嗰個目標通脹率，即係、这個情況就係點咧？加息就應該會照做嚇。咁、啊嗯、但係我嘅睇法咧就係、是、嗰個通脹率咧，可能即係喺有啲地方咧。 系可以搞翻轉頭嘅，即係可能美國，我就之前都講過啦。咁但係當然啦，因為我解釋過啦，即係阿女股神佢都同我個睇法一樣啦。咁我可能就會修正自己嘅睇法啦嚇。咁啊之後都唔知點啦。咁啊當然啦，而家佢哋都係認為要壓低個通脹嘅。咁但係做唔做到咧？我就誒唔係好覺得好容易啦。啊咁誒。啊呃 耶伦佢就话佢仍然咧都相信呢个美联储咧可以喺唔引发衰退嘅情况下咧就实现一个经济软着陆，但系吓、啊、即系美联储嘅官员咧即系要点样做咧？耶伦佢话我要有呢个技巧同埋运气，话你听唔听到？即系你听到呢个运气呢、这个，你系咪觉得即系 <laughs> 有啲紧张啊？吓、啊，即系佢佢直情系咁讲噶。

點解佢會咁講咧？佢原話就係咁講嘅。A buyers cartel that would not buy oil above certain prices could be successful if it is large enough。嗱、啊，即、就、係、是、因為而家 OPEC 咧，嚴格嚟講咧就係、是、一個即係嚇 cartel 嚟啊 cart 嘛嚇。咁、啊、佢就話：而家你供應面有 cartel 啫，我哋需求面都可以有噶咁樣。啊，只要高過买一价價錢，我就唔買咁樣。咁啊，租銷嘅耶倫咁白痴。

你即刻有咩嗰啲？你咪即刻有噶嘛？咁噶嘛？咁啊，深聞報道棍又係燒柴咁啊，燒柴都唔係唔得嘅嚇，燒柴都唔係唔得，可以燒柴嘅，翻返去燒柴咯。即係有啲地方都有燒柴㗎。咁啊，租燒啊用馬車行路咯。而家唔係唔坐車咯係咁啦。所以好好笑嘅、啊、呢、這個咁嗱、啊，即係 Caro Charles 又拖到秋天就仲大禍。我唔知啊，而家睇起上嚟就好難搞㗎啦，而家。 啊！如果睇上嚟係俄羅斯都想拖呢場戰爭嘛，你睇到就係、是、俄羅斯都唔想速戰速決嘅喎，你睇到而家。咁 s T M Y 就話又係佢話是有病啊，美國咁啊發夢都冇咁早啊，早大晒咩？其實我個睇法就係、是、耶倫佢我都唔明佢講乜，好笑嘅呢、这個係，即係我我操錢嘅睇法我都唔 Q 佢知佢講乜 Q。即係你話你話、呃、即係買家可以定價，你真係可以唔用嗰樣嘢就得，嗰樣嘢咧係選擇性去用嘅。你貴過一個價錢我就唔買你。咁你如果真係嗰樣嘢係， 有其他供應者可以替代的真的可以喎。而且其他供應者咧賣給你嘅時候可以低價一啲賣俾你喎。但係你做到咩？你都做唔到，個現實就係係嘛你做唔到咁講乜 Q 呢？係咪先所以就好些份噶啦嚇。啊、M Low 就話拖長戰爭又害死啲窮人，现而家個情況就係鬥拖喎。而家佢哋係所以好難搞噶咁啊。Wing Kong 咪全球大倒退，唔知道啊。而家即係佢哋而家經濟政策變咗做武器某程度上係。